师木木今天呢出了一个情人节的妆容。是的，我知道应该有很多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单身狗，所以但是作为单身狗不作为单身贵族，我们也要过情人节啊，对吧？那情人节嘛，情人他们去过他们的情人节嘛，我们还要做我们的小公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出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我的给他的设定是一个就是有点玫瑰金色的一个这么一个妆容。我就是想说呢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情人就是好事，但是也有很多像我们一样单身的小公主，对吧？即使在这种所有人都在虐狗的节日当中，我们也要就是做自己金光闪闪的小公主，所以我就大概想出了这么一个妆容。然后这个妆呢就相对来说跟我平时的妆容比的话就比较成熟一点，然后比较有女人味一点，然后我感觉就整个有一种微光的感觉，我加了比较多的就是闪在里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尽管我们是单身，在情人节我们也不要灰头土脸的窝在家里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的话，当然也要就是 bling bling 一点啦。所以呢就出了今天这么一个妆容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往下面看啦。
讨厌我的妈呀，我感觉我今天这个头发被我卷砸掉了。那我差不多卷完头发回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把抓往后面扎个什么半丸子头应该也挺好的，这样子那种比较随意的感觉。对，还烫着呢。就是这个卷发棒嘛，就是一个那种卷和直两用的这种卷发棒，大概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8毫米吧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我就把它拎起来，然后外卷，就这样子外卷。然后下面的头发我今天可能卷的都看不出来，就是也是随便拿个一撮，然后外卷。这样绕外卷，所以它现在已经不烫了，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外卷，就已经卷了差不多了。我就是随便卷一下，然后用的一个是一个头发精油，是那个欧莱雅的一个头发精油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给我投硬币，然后发弹幕，然后收藏，还有关注我。就是这样，拜拜。那么呢，情人节快到了，像我们这种没有对象的，我录不下去了，好尴尬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很多人都有对象。但是还有很多跟我一样，对吧？是单身小公主，对吧？谁还不是小公主咋的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